等会儿有人问你们工资多少，就说5000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明明就3000，还说5000。就是。要不我们把真实工资说出来吧，这样搞不好吧？这是公司的新品盐烧之脆，大家尝一下。这个盐烧芝士脆真不错，满满都是肉眼可见的芝士。嗯，好酥脆呀、一口一个根本就停不下来，真是太好吃了。你们喜欢就好，这一盒呀还不到，酥酥脆脆，而且满满的都芝士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工资多少？3000。3000。2000。5000。好的，那就在你们原本工资上再加1000块钱。他以后就是你们的新老板了，副总，他们就交给你了。Be afraid, I have loved you for a